不错，来个八爪鱼。哇，这么大八张嘴啊！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呀，我去，老板太豪横了，又整这一锅，这一锅得不少钱吧？不会不会，大哥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才几块钱呢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给我来两百块钱呢。两百块钱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两百块钱不就才那几包？来，听我来介绍介绍哈，一张都用不了。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上菜。嗯，好吃。大哥，在我们海边，海鲜都是白菜价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；三包这样的扇贝肉，每包扇贝肉200克；再来上两包5克乌泥沙的花甲肉，两包这样的蛏王肉，两包生菜章鱼须。满满一大箱子海鲜啊，一共12包。哎，老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天给他点红心的朋友再送我只黄金腰包肉。那行，满满一箱子14包海鲜，只需要2.9元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